哈哈，两只小猪抓一个小的吃去喽！哦，天哪，救命啊，救命啊！怪兽抓走了乔治，阿诺曼哥哥，快救救我弟弟，他被怪兽抓走了！哎呀，不行啊，佩奇，今天阿诺曼哥哥很忙，还有任务呢。嗯，这样吧，阿诺曼哥哥给你一个蘑菇，你想办法让怪兽吃了蘑菇，就能救出你弟弟了。太好了，谢谢奥特曼哥哥。哎呀，一会儿把这小猪洗干净了，就给它煮吃了。哎呀，等等，怪兽先生，这里有一个蘑菇，非常非常鲜美，送给您。哎，这个小猪挺懂事儿。行，那我就先吃个蘑菇。嗯，味道不错，真鲜呐。可是怎么有点晕？哎呀，太好了，怪兽可算死了。嗯，我还是把它埋起来吧。把怪兽放里面，埋上。乔治，我们走吧。